中意金毛寻回犬嘅人越嚟越多，因为佢唔单止温顺，而且非常聪明，就好似呢只金毛寻回犬，仲识得学人类推秋千，睇下佢嘅朋友仔坐喺秋千上几开心。有一日，主人带小朋友玩荡秋千，旁边嘅金毛寻回犬见到小主人坐喺秋千上，竟然主动行到后面推小主人。可能系担心自己力气太大，佢不时将头伸前去睇下小主人系咪安全。连女主人都忍唔住玩埋一份，不过似乎女主人太重，金毛寻回犬唔系推得太喐。